只想用心去彰显，是赞美之中流入每个人的心田。烦恼苦衷的
寻找耶稣，闭上感觉，你的宝座，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全被紧紧住，跟着他的步骤，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全被紧紧住，跟着他的步骤，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全被紧紧住，跟着他同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曾将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好。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耶稣圣灵，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满满的每一天，感谢你
啊，现在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代，每一天有多少人多少人确诊，每一天有多少人多少人死亡，让很多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害怕，充满了对死亡的不确定感。今天有一位这个资深的算是媒体人，他从病发到过世不到24小时的过程，让很多人看了第一个非常的感叹生命的脆弱，第二个觉得真的是心里很不平安，非常的恐惧。所以孩子在这边向天父耶稣圣灵来祷告，因为圣经说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并且不加添任何的忧虑。所以只要你愿意，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你可以随时呼求主耶稣来帮助你，奉主救主。孩子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目前线上有三位，一位是主持人我，一位是主持人我的手机，另外一位是姐妹，可是呢我好像没有看到。姐妹好。啊哈，听到吗？有听到。音量可以吗？可以。哎好，背景音乐会不会太大声？有一点。有一点哈，那我把它还是暂停。好，来，那因为就先我们两位嘛哈，我是有传给新加坡的姐妹，还有一位菲律宾的姐妹，啊，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线上的活动呢，啊，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今天会不会上来。好，那我刚才有先一个开始的祷告，哎，姐妹有要祷告吗？哎，还好啦，还好，还好，好，那有。什么？我可以为您祷告的吗？当然，就是我们如果做这种要去见客人的行业，当然是会不知道说未来会怎样嘛。对呀，对呀。做这种面对面，当然有这个。对呀，对呀。因为改建的事情不是那么单纯啊，改建。刚好今天我有听到一个实际的见证，刚好给您做参考。好，这个见证这个案例呢，在马来西亚，啊，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专门带人家看房子，然后买卖房子，算是一个中介的一个 agent， 啊，他已经有累积了相当多年的经验。那后来呢，因为去年开始疫情的影响很严重，所以没办法带客人看房子，怎么办呢？啊，脑袋决定口袋。以前我们就说那个有网路尽量不要走马路，那时候马路还可以走，啊，现在是马路不太能走，因为走了可能会没命。那怎么办呢？你再不上网路的话，基本上就是冒昧的讲一句话，叫做自寻死路。OK， 当然我们希望疫情赶快好，啊，赶快这种 face to face in person 的这种人和人的接触可以赶快的恢复。不过目前看起来很抱歉，啊，好像不那么乐观，啊，所以那你有两个选择，一，啊，叫痴痴的等，就是等啊等啊等，啊，台语有一首歌叫淡呀淡，淡无心爱一己人，等不到最后你要等的结果，或者要等很久，好，那这会蛮辛苦的。那第二个就是赶快转型，好，所以我现在要分享这个马来西亚，他这个不动产的中介商，他在去年就做了这个转型，而且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从疫情去年的疫情开始，他就开始用网路带客户看房子。好，那你说那带看房子之后，然后呢？接下来不是要面对面谈吗？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通通转成线上。那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客人说不要，他还是要等，好，那就让他等。那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客人说试看看，哎，那就试看看。
那一定也会有一小部分的客人说，哎，好像不错哦，反正我现在也是要买房子，那我就配合你，看你怎么样来操作。结果呢，他们刚开始在疫情刚开始去年的时候，他就是线上看房子，跟客户介绍房子，然后后来把合约寄到客户家里去，然后客户签完名再回来，啊，就透过这种方式。后来连这个邮寄的系统，啊，邮政的系统也受到影响，怎么办，姐妹？也是网络化啊，他直接哈，啊，把合约变成 PDF 档案。那 PDF 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做电子签名，叫做数位签名，结果合约连寄都不用寄了，合约直接我传 PDF 档案给你，你把 PDF 档案打开，然后用滑鼠或者那个写字的笔，就是用画的方式把你的名字画上去，那这样就生效了，在法律上这个叫电子签名。所以现在这个房屋中介商他在马来西亚做得非常好，当所有的人在一片的哀嚎声当中，但是他却异军突起。好，事实上他也不是异军突起，他是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做到真正的超前部署，他也做到了圣经里面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如果你老在想啊，我以前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就是旧皮囊，你就是旧酒袋，你装不了新酒。那所以我也在讲我自己。好，我以前也做过一些线上课程，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积极的赶快单字的文法的发音的各方面想要一整套全部做成线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你现在不赶快把各种不管是实体产业或者是线上产业，你不把各种，哎，平安平安，你如果不把各种这种产业赶快转到线上的话，马路不能走，因为走了会出人命。那网路你又不走，那抱歉，就剩一条叫什么路？叫死路。OK， 好，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现在各行各业，不管你是哪个行业，因为我也在担任企管顾问，哎，不管哪个行业，你不要再想以前了，因为以前已经过去了，啊，新不了情里面有一首歌，啊，那个过去已经让它过去了，来不及，不要再想过去了，现在全新的，我自己最近也报名了好多的线上课程，一直在听各式各样不同老师的课程，从每一个老师的课程里面都学到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然后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再运用在我自己，然后接下来会运用在我辅导的客户的身上。啊，所以现在赶快走网路，因为马路不能走，要不然只好等死路，就这么简单。好，我抱歉讲的比较直接一点，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OK， 有没有问题啊？没有。没有哈，好，那我们来为你的那个工作祷告吧。好，好，好，亲爱的天父耶稣圣灵啊，感谢你，我来加一点配乐啊，感觉这样比较有感觉。小声一点。亲爱的天父耶稣圣灵，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满满的每一天。孩子们在这边要赞美您，要感谢您，要赞美您，要感谢您，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当称颂主耶和华的名。孩子们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台湾在去年的疫情被认为是全世界的模范生，但是因为犯了骄傲，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身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孩子今天在线上百灵果的课程里面也提到了这三个人很容易犯的罪，所以孩子们在这边要向天父耶稣圣灵来祷告，来认罪悔改，求天父耶稣圣灵赦免我们的罪，求天父耶稣圣灵继续赐下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破除我们身上所有的咒诅，医治我们身体所有的疾病。
求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因为圣灵洞察万事万物，圣灵能够让我们灵感源源不绝，灵光乍现，灵机一动。求天父耶稣圣灵来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灵魂体都兴盛。圣经上也说，一日不工作，一日不做工，一日不能吃饭。我们每一天都要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姐妹要祷告吗？不用了，不用了哈。好，那今天那个影片你看过了吗？影片哦，嗯，你是说双语的那个？你要关掉一个静音哦，不然你会变 echo。Okay, 好，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OK。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请说。就是，好，姐妹跳出了。好，那我自己来 solo 一下。就是这个，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啊，我有录一段大概二十几分钟，百灵果，啊，如何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远荣耀的这一段分享。啊，那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一段的影片，或者读过这一篇的文章，请你赶快去阅读一下，赶快来看一下。阅读完看完影片，欢迎你在下面留言，欢迎你按赞、订阅、按小铃铛，以后新的讯息你都会收到。那最后啊，我也来分享一下，现在马路不能走，要走网路，不走网路只有死路一条，怎么办呢？我也在很多的课程思考架构方面开始字根方面的、片语方面的、发音方面的、文法方面的，甚至英文证照方面的课程都开始思考，要把它全面的线上化。好，那所以敬请期待。好，我们再稍等一下，看姐妹会不会上来，不然我们这一段录影到这边我也会放到 YouTube 上面去、脸书上面去，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案例。OK 吗？这个要按离开还是按继续啊？奇怪，正在录制，不用动，不用动，这样就可以了。好，就是我今天有录那个“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远荣耀”这个影片，你看了吗？我有稍微看一下，但是没有全部看了。哦，那有什么心得？因为还是上班时间嘛，嘿。哦，是是是，好。那没关系，那你再看一下，如果有什么意见想法，我们随时可以再交通。OK。等一下哦，我，哎呀，变成我要换来换去，呵呵，一下子档案要去，哎呀，外接是硬碟，去外接是硬碟去开你那个档，然后我开给你比较快吧，用这个，我开给你比较快。对，变成换来换去，下次大家有看到吗？看一下，有有有。好，那我简单重点摘要一下哈，因为那个免费版是40分钟哈，我们大概剩5到10分钟。其实第一段在上集我已经讲过了哈，前面就是祷告嘛，然后再来呢就是一样祷告。所以有姐妹曾经说过，她说我的文章里面她觉得最大的恩高就是在祷告的地方。这个是她说的，不是我说的。那我只是有感动，在分享任何东西之前呢要先祷告，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那简单复习一下上篇。上篇就是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呢，刚好我写文章在去年这个时间点是在办那个遇见神职场的小组，我们剩不到10分钟。好，那讨论主题叫做自己，讲到阿德勒的书，然后再来舍己爱敌人。那我把那个音乐关小好了。
等我一下啊、哦。好，来再回来哦。我们大概剩五分钟。好，重点摘要，因为我早上已经录过影了，所以你可以去详细的看那个录影的部分。好，然后呢，这边讲到十一奉献的问题。好，不管你赚多钱赚少钱，那个圣经里面有讲两个铜钱的故事嘛。他是个寡妇，很穷，两个铜钱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少很少，但是神知道，对他来讲，他已经把他所有全部奉献上了。这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竭力谨慎保守你的心，一生果效由心发出。那今天讲的重点，因为我们大概剩五分钟，今天讲的重点在这一页，叫做三不原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我自己延伸的叫做喜欢看帅哥和辣妹。身体的情欲叫做要吃喝拉撒睡、那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很容易、我以前怎样怎样，我以前怎样怎样，就活在以前那个骄傲里面。那我也在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我以前也很喜欢说、我是博士、我这个百万年薪、我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我后来都发现这一些都是表象，这一些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因为学姐我们都学过一点諮商嘛，对不对？越是爱表现的人，其实他心里越怎么样，越缺乏安全感。好，这是諮商里面的理论。所以越不需要表现的人，他心里的安全感或者说神给他的平安是越强大的。 OK， 所以就是心理素质。 OK， 那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就讲到了。我今天在录影里面有讲到，因为最近刚好我在看美国的一个戏剧，叫做 Lucifer， 叫做路西法、路西尔。他把这个撒旦魔鬼拍得非常人性化。OK， 那但是 我是很佩服美国人的想象力、非常有想象力。但是呢，这个毕竟他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还是要。最后我们待会来主导文结束今天的这一段、这个分享跟祷告。 好，姐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吗？没有。就主导文来结束了。你等于说都是先录影起来，然后真正的这个八点到八点二十算是一个祷告，一个直线，就是怎么样，直播还是什么？对，直播，它是 线上直播。你这个课你都自己先录就对了。对啊，因为我在测试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比较了解。因为如果线上这样讲、万一有人进进出出、就会一直打断、所以我在测试一个模式，就是我先大概二十几分钟把它录完，大家可以先看完有问题，我们晚上再一起祷告的时候再来一起交通，一起讨论。好，目前想到这样是感觉比较好了。好，所以你如果下班以后先把那个影片看一下，好，然后呢，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再交通更多一点。OK， 好，那我们来。所以每一次你都录二十分钟就是了，大概二十分钟。因为现在太长了， okay. 人们也没有耐心把它看那么长。OK，OK， 好，那姐妹来帮我们结束祷告。哇塞，好吧，天父，求你带领，这个，这个，算是，在研究生命的这个。算英文，中英文教育，主耶稣，真的就是，帮助 Gary 弟兄找到他觉得可以去，就是传福音的模式，然后，对，因为他有这个气管跟那个与
语文的这个专长，主耶稣就求你使用它。那主耶稣也求你帮助这些他的智慧，这些素材都不会白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他发挥，可以去一传十，十传百的作用。主耶稣就是求你带领前面的路，不用先去看说到底他的目前的这个参与度怎么样。主耶稣真的就是给 Gary 弟兄的这样子的就是方向，嘿，然后嘿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嘿，感谢主。 好，我们主祷文结束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圣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远。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喽，姐妹平安。好，谢谢。平安，拜拜。平安，好，拜拜。哎，有一个人进来了。嗨。嗨，我们稍等一分钟。方还是范？连接音讯。喂。喂，有听到吗？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少于一分钟了，所以就要看看这一位现在连线进来的，应该是姐妹吧？啊，有没有办法一分钟之内连进来，然后我们跟她打个招呼，再拜拜。喂，有听到声音吗？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我们继续来播这个诗歌。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